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的臭 Z。 3.3版本平衡调整爆料来了，目前有了英雄和其他内容调整的名单，可是暂时还不清楚具体的调整数值。不过听说有39页那么多的平衡调整，所以我们来看看哪些英雄进行了调整吧。蒙多、雷欧娜、悟空、麦克、瑟提、加里奥、拉克斯、静、诺提勒斯、不灭之握、海妖杀手、惩戒、赵信、维嘉、记得、卡牌、戴安娜、卡尔玛、内瑟斯、迅捷步伐、温布尔之冬、破剑者、惊人附魔、喷射附魔、贾克斯、瑞文、维鲁斯、安妮、愤怒之靴、水银附魔、石像鬼附魔、饰品系统、防御塔镀层、暗影附魔、提莫、阿离、伊瓦娜、征服者、残暴、那么以上就是 3.3 版本平衡调整的爆料了，但是以上的信息其实非常的不完整，所以我们等待官方完整内容再进行讨论吧。那么我是超 Z，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。